才入翠岛大殿上，王召再迎。我要回到这个位置了。往少则调用，转眼记忆空蒙，一时虽短，却恍如记事。 王太将其带到，李成退后，是。太将，你可替我接下来打算做什么？约下身格几十人，无能为杀入翠岛听得而来，在我落难。 唯有你这名瞎眼太将，请信我，请靠我。我是一境之王，不是一境之相。什么人对我有恩，什么人对我有仇，我绝对回避。在玉翠岛的男性，唯有一人可留下，那个人就是你。立论太将，我助你。 自我自信，天生性格。那日天阴回礼，我也无所面对今日杀入翠岛的悲剧。哈！那太将，你不妨想想是你的天生性格，救了你一命，你助了我，对我有恩，我将使你永世荣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 我之性格，原来只是在救我自己一命，一命是要用来听见杀入翠岛所男性虽死离魂。如此性格，有之何用？我有之何用？我将性格留于此地。 王你千秋万世，若王真想收拾我，便使我成为你尊贵双手下第一条亡魂。我要先行在黄泉路上，下开那被我性格所害的数万亡魂。太重。 我不灵，我不灵，不好。波罗山，波罗山，昔日百雄万千，今日缺少万千雄者。我雄，我雄。 不可下毒王秋，咱是犯什么罪？为何爱彼此死？晓风习习，从良温木，万鬼殿下，走出一条条台斩人命，多少奸臣，多少罪轻，就决成血池淹没。 参见王，兵弟，我也无想死啊，我也无想死啊！我要用恁的性命，彻底洗清杀入翠岛的污秽，恁要挽救阮王朝殿的主，长久以来扭曲天理，已到了这种，我不能停。 一剑如风，不过张扬的面孔，多少不良心的血泪，从此埋入土地。什么？是日，我庐山哀嚎声不绝于耳。it, you simple.